这是一个一房一厅带 office， 这户型是包店的，只有这一个户型是包店的。然后它是全新装修，它虽然是 facing inside， 但是户型挺好的。它厨房是全新的，带洗碗机，然后洗手间新的，这就是它的一个店多出来的地方。洗碗间很亮很新，然后浴缸、淋浴。有个 walk-in closet 很深的，然后它的卧室，但是 inside 很安静哦。这是它的一个 sample 的一个 furniture， 如果你租的话就差不多是这样子的，家具是可以租的，里面的 closet 也很大耶。然后外面有一个 closet， 这个户型 closet 还挺多的，